家好，我叫阿明，我好喜欢画画，所以每一次上视艺堂我都好认真。开心啦，等我讲个故事俾你听啦。喺好耐好耐以前，有一个农夫，佢日日都好努力耕种，但系因为佢种出嚟嘅番茄都好细粒，所以佢嘅农作物一直都冇乜人买。突然有一日，国王路经佢嘅农庄，因为肚饿就叫农夫俾啲食物佢。国王试咗一次，就觉得好好食，好好食啊！就系因为咁，之后就有好多人同佢卖农作物。所以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相信自己努力嘅成果，就好似农夫一样，一定会有人识得欣赏。我明白啦。之后我冇咁介意其他人睇到，一样咁鍾意画画，直到有一日。哇，好靓啊！有人欣赏当然开心啦，但係我发现开心都係因为做緊自己喜欢嘅事。靓唔靓又有咩所谓，自己鍾意咪得囉。